像没有哎、欸，他送礼物还蛮送的蛮精准的，会常常给我惊喜，会就是有时候会说啊、哦、这个 好想要什么吗？过一阵子我可能已经分析过他，觉得嗯算了没关系，好，但他就会收到，就啊我已经放弃了这个，对，但还是得到，现在还是蛮开心的。哇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但我觉得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，其实心里是很开心的。就虽然身体是累的，但是心是燃烧的，觉得做这件事情很有意义，然后很开心，然后也很开心大家喜欢，就是被认同的感觉。我觉得学妹对我来说意义很重大，是因为我在婚礼的时候佩戴都是学妹的珠宝，然后求婚戒也是学妹，所以对于我来说，它是一个幸福的象征。我个人幸福的象征，然后我想要跟着学妹就是这样一直幸福下去，所以它对我的意义跟别的珠宝品牌意义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因为在我人生很重要的那时刻，就是我是佩戴的学妹。那当时因为我自己有在看学妹的一些设计啊，然后我也喜欢她皇冠的戒指，然后后来婚戒我们就选择这个。我刚才已经有看上几个自己很喜欢，我喜欢那个海水蓝。那个淡蓝色的东西，我觉得它很年轻，很 modern， 然后就是现在可以很随意的搭配，就是不太像以前的珠宝，就是一定要分很庄重才可以搭配。就那个是有我等一下会入手的。